上个视频我们制造了七亿八千模块，这个视频我们来通过精通到位三的测试。这个测试需要我们使用近战武器击退三波来犯的敌人。测试开始前，记得将你的近战武器升级一下。不知道如何配卡，可以使用自动配卡，然后加上狂暴墨的增加攻速即可。我们打开菜单，开始精通到位敌人的测试。第一波要我们在45秒内消灭三名敌人。按照兽龟视频第一集时所说的话，破产武装还是很好用的。看，他还能放敌人风筝。第二波要求我们在1分钟之内消灭5名敌人。第三波要我们在1分15秒内消灭8名敌人。通过测试后，我们会获得集团的防护权限，每日收获上限加500，基础墨的容量加1，虚空光体储存量加50。每到飞船，我们还会通过邮件获得装饰品黄金警者精通石板作为奖励。